哦，我们是专业的灵异调查团队，工作室通过各种仪器，如温度计、EMF、通灵盒、荧光棒等，检测出灵异地区的灵异现象，并收集灵异证据，推测出该地区的鬼魂类型。我们的口号是：调散是我们的荣幸。嗯，带个什么呢？温度计？怎了？温度计？温度计？通灵盒？你们要带头戴吗？我觉得这帮子人真的太豪了。你们声音怎么都在电音呢？嗯，我有电音吗？没有啊。要不要像我这样讲话？耶、yeah! ！我们玩 basketball 吗 ？basketball。我今天要继续努力带点东西出来。嗯。原来家里的 basketball 是你从这里搞到来吗 ？basketball。不、哦，我那次带的是一个小皮球。我现在拿着的这个是一个绿色的，不知道什么传感器，白色的什么传感器？你们的口音怎么都变得有点新疆味儿？和蓝色的传感器，我也不知道。我们分两队吧。分两队，分一队都行，甚至四队都行。嗯，啊、我往左边走。啊，有人拿蜡烛、保散纸，那就……那你们三个，我跟着老花，我拿着那个啥。没拿钥匙吗？天才们钥匙都不拿啊，谁那个老板哎，天才啊，顶锅盖、哎、跑路。你们走左边吗？那我走右边了。哦、啊、走。你们仨走右边，我们俩走这边。嗯哼哼。嘿，我听到了脚步声。哇，这是什么房间啊？这学校有这样的房间的吗？档案室、哦、看不出来。我也看不出来，我换了蜡烛，我感觉我自己又瞎了，我只能看得到酱酱红美丽的面庞。嗯，哦，这是个教室。我此刻和酱酱红两个人是双胞胎姐妹。姐，你带着蜡烛，你可以再带个手电。哎，女厕所。我分出来了，我终于分得清女厕所和男厕所了，不容易。哇、哦，这你都分不清、哦？我分不清啊。那我很担心你现实生活中，我现实生活中可以看标的呀。那这也有标啊？有吗？没有啊。这儿，哦，这没标。这没标。哎，这为什么又是女厕所？为什么两个女厕所？嗯，哎，女生和男生不一样，你晓得不？乔儿一看就没去过女厕所。啊！我操，伟哥，你去过女厕所啊？我肯定没去过啊。哦，伟哥，你。哦。有了吗？你们找到了吗？哦，伟哥有了。这边门是谁开的？你们不会跟我们一起绕了一圈吧？现在在楼上呀、啊，啊，你们在楼上吗？没有。篮球室的门，另外一边的门是开的？是我们开的呀。啊，那是粉妈开的。啊，是我开的。我刚听到了一声吱呀，然后我看到我前面的门，那啥，我以为……嗯，这里就很刺激了。嘿嘿嘿，你们在二楼吗 ？Here， 这边有个小过道。我们在一楼。我们在一楼，一楼可大嘞。我们这边套完了。啊，这个地方就感觉像那种宰猪肉的地方。这人家的实验室怎么就宰猪肉了？哦哦，是这样的吗？好好探探。这边都没有温度变化呀。哎呀，好沮丧啊！这又是哪？篮球室。哇，我看都看不见，这我躲到哪儿去啊？我的天！啊，你怎么？跟上！我要出去拿我的手电筒，不行，瞎的不行。你一个能出去吗？哎，我一个人是出不去。二楼左是吧？好嘞，我们先把粉字送出去。我们先把它送出去。走，这里直接出去。护送重要目标。走，我们先回去搬东西。嗯。我把 EMF 撂在他门口了，你们待会儿。你们把那个房间灯开一下不就好了？哎呀，我真是要瞎了。我上来就知道在哪了。你们鬼房开灯了吗？开了。开了。好的。我是不是走错了？应该没错。大门口往左。这他们要是后面。我有点分不清，我不知道我从哪个楼梯上来的。瞎了。我不要了。这个什么狗屁手那个蜡烛什么打火机不要了。你可以既带蜡烛既带打火机又带、那个。哇一样啊，这是哪儿？这是学校后院。我的天哪，
我跟你说，学校后院篮球场还排球场的呀，有特别多的摄像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防止学生逃跑吧。我感觉我探了个寂寞。对，咱们跑个寂寞。走吧。我你现在哎呀，那我们还要进去走走吗？我在这里跟他叫一下，他名字叫什么？啊，痒啊！我就跟着你走了，我已经黑黢黢了。哇，下课铃响了！哇，你走得出去吗？我问你。Hello， 詹姆斯。不是詹姆斯，威廉姆。哇，这就别喊他，我要瞎了！你们先让我出去。你没带手电吗？哎，我还书还拿在手上都有写字了。对呀，可以的呀，他会直接写字的哦。他出现了，刚才。拍到了。要你拍到了是吧？好的，漂亮。你在哪里啊 ？Where are you？老板，要不然你出去给他们指挥一下他们，你把通灵盒扔这儿。我通灵盒扔这儿，他们在哪？然后看着未央的手电。他出现过了。但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呀，我怎么跟他们相遇？在哪？车上。看那个，看地图啊。啊、哦、啊！我出来了，我看到了。啊、哦，他们出去了，那我不用走了。啊，我还要下去哪搬东西的，我走吧。嗯。哎呦喂！相机。刺骨，拜拜，刺骨没有。手电哪里有？Say something to us. Hello. 这货好活跃啊！他动了这个门，这个门待会上来照一下指纹行吗？算了，我自己照吧，有个荧光棒。你自己照吧，你那有没有那个什么棒之类的？嗯，我这有一个。嗯，暂时没有指纹。二级。哎、我瞎了呀，真的是，太惨了！谢谢林子的铃音和地茶。Hello. 他们在哪儿啊？你们在哪儿？Can you hear me？ 你们沿左上楼梯，然后。Can you hear me？ Speak something, please。我觉得我。Say something, please。你先别。Say to me。先添一下，书有书是吧？书。亡魂暗影，赤鬼。现在没有那个啥，没有指纹。空间会有回应吗？暂时没有，但是也没有指纹。他刚才动了灯，没有指纹。哎，被杀了！我刚想进去。快跑啊 ！Run， 跑起来！刚才那个鬼从我旁边擦肩而过，你们知道吗？他现在就跟着我走，但他应该追不上我。我也不想找房间躲了。哎，你们头戴是摄像机戴的吗？戴了。不就一分钟吗？我跟他绕个一分钟。哇，他脚步声好重啊。嗯，猎杀一分钟。嗯。哎，他从我正面出现了，吓死我了！我要他在你背后往回跑，对，我看到了。他在你背后。啊。他能追得上我吗？我要测试一下鬼能不能跑得比人快。跑不了比人快，除非特殊的几个。巨灵。他刚刚其实在拐角的时候结束了，追上你。结束了。巨灵是他在一段时间内会速度快，然后就你还想追上我，他就不那啥了。小菜鸡。Speak, please. Do you want to kill me?算了，我通灵盒丢这了，我再回去搬点东西吧。我出去了。耶、yeah, ，我出来了。车呢？车在这。好，我看到了。哎，猎杀了。猎杀了。我才刚进来。哎，你说我跑得过他吗？跑得过他，我该试过了，跑得过他。刚才我还直接跑到楼梯，刚想下楼，然后直接跟他正面撞上，然后转头就走，都没事。哎，是的，我看到了。你在跑的那一瞬间，我正好打开那个监控，然后看到你在上楼梯左拐，然后后面那个鬼就跟着你左拐，对，转头就走，瞬间。毕竟我已经抓了几十只鬼了嘛，哎，对不对？没有人说是吧？嗯嗯，暂时没有。要不再装一个机位，从里往外拍的，这个东西会拍到窗外面比较亮。你们装了几个呀？就一个吗？嗯，我拍到窗的话不太好。经常会出 bug。我一般是放在这种位置的，我刚才实在是没法放。
这里。但是他刚才碰门了，也碰那个开关了，我都没有看到这个鬼，很奇怪，都没有看到他的爪子。哎，下次我觉得他现在还有灵球、通灵盒和那个指纹，指纹刚才他碰门了没看到，所以说灯和门他都碰过了。你们紫手电在谁手里？我刚才拿荧光棒扫的，门上没东西，多带几个呗。啊，多带几个，那就我们先排除指纹。我总共就三个位置，灵球没有，那就是通灵盒。鬼画中指。还是觉得自己瞎的不行。我这边磕个药。测到声音了，小心，他应该快猎杀了。哦，怎么又要猎杀了？我刚刚进来。没事，猎杀就点。他现在非常平静，不知道会不会突然间直接暴躁到十。不会阻止猎杀，圣木只能降低鬼猎杀的欲望，那是之前用的。那我烧了。你们通灵盒测了吗？他叫威廉·马丁。威廉。威廉马丁马丽马马丽马丁马丽马马丁马丁威廉马丁你在吗？他这个就是他回应单独的人是指就是我们这些人中他只回应其中一个，谁都有可能。嗯，反正我说话他没理我，他就不理我了，他也不理我。对，我出来了，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赤鬼了。难，因为剩下三个线索一个都没有。亡魂没指纹啊，指纹扫不到啊。灵球的话也很难说，灵球它有 bug， 这东西每次抓不到就是灵球的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很烦。那不测就回来吧，不测就回来吧。收队。 Welcome back. I've got some jobs ready for you. Welcome back. 哦，赤鬼赤鬼赤鬼，我说吧。